大家好，我叫 Jerry，很高兴今天可以与大家分享我的经验，有关这台辐射消除机。这几年来，我早上经常咳嗽，也有很多的痰，有到医院看过医生，但是帮助不大。我也尝试在早上喝热水，这样可以让我的脖子温暖，但是我也不能一直喝，因为需要常常去厕所。在4月的时候，我找到一个好方法，在脖子上套围巾。这个围巾让我的脖子温暖，让我不再咳嗽。但是几个星期之后，问题就来了。有时候真的太热了，太阳大的时候会受不了。在5月的时候，我跟家人正在逛街，突然看到有人在卖辐射消除机。我跟他们大概聊了一下，我就决定买两个，一个放在家里，一个放在办公室。我大概知道辐射都是无所不在的，有好的。也有坏的，但是我们看不到。回到家就把它开着一整晚上。隔天早上，我跟我老婆都觉得精神比较好，可能是错觉。但是最奇怪的是，我从早上到中午几乎都没有咳嗽，几乎一点痰都没有。基本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知道可能是跟机器有关系。就这样过了3个星期，我早上都很少咳嗽了。后来我决定选一个周末来测试，看我关掉机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星期五晚上我就关机，星期六早上就有些许的咳嗽，星期天早上咳得更厉害，星期天晚上就开了机器。奇怪的是，星期一早上我又没有咳嗽了，好神奇的机器啊！谢谢你们观赏这段影片，也希望这些机器可以帮助到您的健康。